怎么样？感觉好点没有？我想，你对脑叶白质切除术还是很陌生。我应该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一项神经外科手术，非常先进，包括切除脑前额叶外皮的连接组织。 先用手术刀从这里划开，再用冰锥穿透你的眼球，然后用镊子把你的神经纤维一点一点的拔出来。 打针会帮你消炎的。哎呀，你说这里边一点动静都没有，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呀？你说他俩，哎呦，他俩不会被抓起来了吧？你说，俺头一回参加这种任务，啊，你说咱要是，你不说会憋死。 担心他们吗？你要担心他们就给我收拾我。